刘警官，范叔啊，怎么样？范婶找着没啊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呀，那几点出的门啊？早上不到五点就走了。啊，不，大伙儿别着急啊。范婶啊，这算不上失踪，这样抓紧时间，我了解一下情况。范婶今年多大年龄？生日是哪天？她是啊，我妈今年六十几来的吗？六十来？哎，哪天生日来着？你问我干啥？我也没想起。你还是问我吧。您说，他妈是1955年3月6号生的。1955年3月。哎呀，驴子，你怎么忘了？记不住你，你还说我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听刘警官的。啊，范叔，范婶出门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？哎呦，好像是白套裙，不对，紫色外套。不对，应该是白套裙加紫色外套。哎呀，都别在这瞎蒙了。 还是您说，背心裤衩。不是，爸呀，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不是，哪有穿背心裤衩的呀？我早晨5点嘛，我一醒，他我在被窝里碰着的他。哎，刘警官，那还有别的吗？比如说照片什么的，行不行？我先问一下。 范婶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特征？有没有？哎，有啊，特征有。我妈妈是最漂亮的妈妈，对我妈妈是最善良的妈妈，我妈妈是最慈祥的妈妈。你现在在这夸她有用吗？人家问的是特征。对，特点。看来啊，你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典型的。能，就是后脊梁骨那儿有个痦子。哎呦，不是，有啊，真有。要不她小名怎么叫点背呢？ 行了吧，爸呀，后脊梁上有个痦子，谁能看得着啊？对，行了，这些都别说了，还是像老大说的啊，有没有照片？照片有啊，各个年代的都有。太好了，就在抽屉里锁。我这，等等等，您的那个抽屉锁着呢。拿钥匙开呀，爸。钥匙在你妈身上呢。哎呀，爸呀，你这等于白说嘛。哎呀，你这哎，对了，手机里应该有啊，快快，哎，对，手机里头，手机里头没有。 哎呦，我这还没有啊，我这没有。哎，这手机上有啊。哎呀，这是俺俩谈恋爱时候照的呢。你看，竖俩小辫儿，小红领带。那哪行啊？你靠这个找的刘警官得穿越回去。哎，我这有一张，就上次咱们一块吃饭，小妹儿你照的。你看我大姐手里拿着大螃蟹。你拉倒吧，大螃蟹正好挡着妈的脸。你要照这个找，就找到海鲜市场去。行了。 我这有啊，哎呦，真的，叔叔，你给我，我给妈照过一张正面的，全身的，立功了，立功了，啊，过期了，打不开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你说我每次回家，我第一句喊的肯定是妈，我回来了，妈妈，我回来了，你说我真爱她吗？啊，妈妈找不着了，问我生日我不知道。 问我什么特征我也不知道，就连这手机里连一张我妈的照片都没有。其实以前妈在家的时候吧，在我耳边天天唠的我都烦死了，我就恨不得妈哪天不在家的时候耳根清静一点。可是妈不在了，你说我这心里，其实咱们不是今天把妈给丢的，咱们早就把妈给丢了。是啊。 以前妈妈在身边的时候，咱没觉得妈妈多重要。可是现在妈不在咱身边了，才觉得妈有多重要。你说你们吧，天天在朋友圈里边晒照片，谁晒过自己的妈妈？等妈妈回来，我一定好好疼疼她。等妈妈回来，我一定跟她说我爱她。等妈妈回来，我一定好好抱抱她，亲亲她。 哎呀，这好几十年了，我天天说我惦记他，我了解他。今天这一看呐，他算白跟我过了这好几十年了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，手机里连一张妈的照片都没有。你把你手机拿出来，我看看你妈长得啥样。惭愧，我也没有。行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刘警官啊。 这儿有张全家福啊！对对对，哎，这行，这就是我老婆，这个我拿走了，大伙儿放心啊，范叔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范婶给找回来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刘总。